开经本227面第四行，摩诃迦摄者，四云大归士，一云引光头陀敌。那这个抄里面呢有解释啊，说大归者，先是学道，又临归复土而出，应以为信啊，这是有个典故，从这么来的。名毗波罗，这个毗波罗是树的名字，是一树也啊。称大呢，以别同名，因为这个迦摄这一族啊，他的族人很多啊，有声望啊，有地位的人啊，也相当之多啊，所以为了区别起见呢，称他做摩诃迦摄啊，就是大迦摄，摩诃是大的意思啊。说引光者。这底下呢又有一个解释啊，这个摩诃迦摄啊也称之为引光啊，说由世僧为至金师啊，为至金师啊，说与一女人呢同以金言佛像。谁敢世事深入金丝啊，这就是他自己是一个冶金匠啊，冶金匠。那么有一个女子拿了一尊佛像给他贴金啊，给他贴金啊，那么他觉得这是一桩很好的事情啊，所以就没有收他的工钱，这个功德两个人做啊，所以感得生生世世啊，身相啊非常之好啊，身如金色啊，说金色黄耀，喷火于色，明引光也啊，就他的光明比其他人光明啊要大得多了。像我们白天呢，在阳光之下，这一切灯光啊都黯然无色了，啊，就是光明之盛的意思。那么头陀第一呢，是梵语，这个头陀者梵语，此云斗数啊，或云呢淘汰。这个抖擞就是把身体上这个尘劳啊，通通把它抖得干干净净的，啊，是这个意思。那么它有十二行，啊，为一啊，恶难若；二呢，长七十，乃至十二啊，但三一。那么这个乃至啊当中就省掉了。头陀啊，我们一般称为苦行啊，在佛弟子当中啊，他是苦行第一啊。他出家的时候，他身世非常之好啊，他是生在一个富贵家庭当中啊，出家之后啊，能修苦行，所以佛非常的赞叹他啊。这个阿难若啊，是难若呢，就是热闹的地方啊。阿当作无讲啊，无热闹就是很清净的地方啊，所以阿难若呢，就是清净之处所。那么过去的社会是在讲，比现在的社会是清净多了啊，清净太多了。尤其是出家人呢，
都住在山里，啊，不是住在都市里面。那么，这个乡下的也有农民居住，啊，那么农民呢，养牛的最多，啊，印度这个牛啊，大家对它都很尊重。牛叫的声音听不到，啊，这就很安静了。牛叫的声音听不到，阿兰若这个清净的，以这个为标准，啊，这是他这里修道的修行地方。这个附近邻居养牛啊，牛叫的声音听不到，啊。那么现在很多这个噪音比那个牛叫要大得多了，现在要找一个寂静的地方是相当不容易啊。嗯，那么那个住处啊非常的幽静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么第二呢，它长期时啊，每一天呢出去拓钵乞食啊。第三呢，是次第乞，啊，乞食是每天出去乞食，但是乞食是次第乞，就按照顺序一家一家的乞，啊，这个次第呢不能超过七家，啊，七家都拖不到啊，这一天只好回去挨饿了，饿一天，明天再来。啊，所以只可以啊乞家，啊，不能拣选。好，哦，这个人家有钱，到他家去吃去托钵，啊，这个吃的东西好一点，那你就有分别心了。啊，他没有分别心，要平等的乞食，啊，按照这个顺序。第四呢，一时就是日中一时，啊，这个过中啊。决定不能吃东西，啊，现在所以讲吃午其实不是吃午，是过中不是，啊，因为午啊，午时到下午一点钟才是午时啊，午时是从十一点到一点，午时是两个小时啊，啊，是过中不是，啊，那么这个中日中啊，每一天时间都不一样，啊，每天时间都不相同，所以在古时候啊，用日晷测量这个太阳，啊，要在日中之前吃东西，如果碰到阴天呢，那就没办法。啊，什么时候日中啊？从前也没有钟表，有钟表也不准。啊，现代比从前方便多了。啊，现在有天文日历。啊，所以要是持午这个同修啊，最好是向这个天文台啊去问他们要一本天文日历。啊，天文日历的记载是。每一天这个日中的时间是几点几分几秒，很清楚，啊，这比从前的方便多了。那么日中以后啊，只能够喝水，啊，在戒律里面讲没有沉淀之物可以吃，啊，水不沉淀，啊，这个蜂蜜也不沉淀，啊，这个蜜糖啊不沉淀，啊，像豆浆不行，豆浆会沉淀，啊，果汁会沉淀，啊，凡是会有沉淀的东西都不能吃，啊，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许多吃午呢，他下午水果也吃，是啊，那这个牛奶豆浆呢更不必说了啊，来喝一杯的喝一杯牛奶会沉淀的啊，那么这个呢在戒律上讲全部都破斋了啊，你这个吃五功德完全破掉了
啊，所以这个要学，那得要好好去研究戒律，啊，否则的话呢，连样子都没有学到，晚上喝一杯牛奶就破掉了，啊，等于说没有吃，啊，所以这个要知道，啊。那么第五条呢，是戒量食，就是他吃的东西啊是有定量的，啊，绝对不是说把三餐东西一餐吃掉，啊，他怕饿嘛，啊，特别多吃一点，这不行，啊，这个错了，啊，我们也看到许多吃五的这那个人，他不吃五的那一天他吃的东西少，吃五的那一天，哦，他中午一餐饭吃特别多，这个搞法了会把肠胃搞坏呀，啊，实在讲啊，修行不必这么做法了，啊，不是说是不吃东西啊就能成道啊，啊，他不吃东西，那个冬眠，你看看那个学个是一冬眠就好几个月不吃东西，你能比得上他吗？比不上啊，是啊，太不能成道。啊，所以一定啊要晓得，这个佛经里头许许多多制定这些仪规的道理。啊，因为佛陀在世的时候。这个生活习惯呢，出家人都是到外面去托钵的，啊，那么佛弟子如果不出去托钵，人家说说闲话，啊，说这个佛不是修道人，啊，这是没法子，只好出去托钵了，啊，是印度当时许许多多外道啊出家的生活习惯。所以佛在那个时候当然也跟他们习惯一样，那么过中午时，在从前那个时代，佛的这些长随弟子啊，多半都在那里打坐修定呢，他心清净了，他的确什么都放下了，他什么都没有了啊，三衣一钵嘛，他什么都放下了，他心清净啊！我们现在的人啊，烦恼太多啊，妄想太多啊。你要是修这日中一时啊，非生病不可啊！为什么呢？这个身体呀，啊，实在讲是一部机器呀，啊，啊，机器之所以能够运作啊。它得有能量啊，要补充啊，啊，补充不足，这个机器就要损坏。啊，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汽车，啊，你油料不足，你要开到那个高的速度，它非坏不，非出毛病不可嘛。啊，我们身体这部机器啊，饮食营养。就是能量啊，到时候你就给他加足啊才行啊，他才有精神呢，他才能办事啊。啊，为什么佛弟子他一天吃一餐就够了，我们三餐还不够呢？啊，还得吃宵夜。啊，原因就是啊，他那个机器省油啊，我们这个机器耗油嘛，这个没有法子啊。这不能比的 啊，所以大家要晓得能量消耗到哪里去呢？消耗在妄念上，你妄想越多啊，你所消耗的能量就越多，所以从前出家人没有妄想，他不要攀缘啊，他一天到晚没想头的，所以他只有入定，因此他消耗量少啊，所以证得阿罗汉果，七天吃一餐，他定中嘛，他消耗的更少了。啊，辟支佛经常讲的，半个月出来脱一次，
啊，半个月吃一餐。啊，他那个定的功夫更深，那消耗量就更少。他吃一餐这个营养量，他半个月够了。啊，半个月再添一次，这我们不行了。啊，我们就妄念太多太多了。你又不肯给他加，那你不是自找麻烦呐？啊，所以大家同修啊，要明白这个道理，这决定不是冲面子的事情，啊，不是搞好看的事情，啊，是看我们自己能力能不能做到，啊，不要勉强。啊，因此呢，我们要学节量食，这是对的。你说我们中国古人讲养生之道啊，啊，这个早晨呢要吃得好，啊，中午要吃得饱，晚上吃得少，啊，这个是很有道理，啊，帮助你这个养生之道的，啊，这在饮食方面，啊，可是饮食与自己这个念头啊。的确是成正比例，我们念要清净啊，念越清净啊，饮食就越少啊，这个是自自然然的道理啊。所以修头陀恨的人也是节量食啊，并不是一餐吃的特别多。第六条呢，就是固中不饮浆。刚才说过了，啊，凡是有沉淀物质的浆水都不吃。啊，所以吃午的人到这个下午的时候，顶多喝这个喝水，啊，或者喝一点糖水，啊，决定的没有沉淀的。啊。第七呀，着粪扫衣啊，他穿的衣服怎么叫粪扫衣呢？啊，是别人那个衣服破旧了，丢弃掉了，不要了，他把它捡起来，啊，捡起来破烂的地方把它去掉，还完好的地方把它留下来。那么积得多了，一块一块，所以这个袈裟了是一块一块那样凑起来的，啊，不是说现在买整批的布剪碎了再把它缝起来，是这个意思都错了啊！啊，这个佛要在世看到要骂人的，是啊，不知道惜福啊，不晓得惜福啊。啊，出家人那个这个福田衣那种做法，那是个不得已的，哎，啊，所以你捡来的这个布料不会相同，颜色也不一样，所以缝起来之后染一染，染色，啊，不至于五颜六色嘛，就穿染色衣嘛，你要晓得从前生活是这种方式啊，啊，不像现在。啊，那么现在做这一件衣呢，也就是一种纪念的性质而已了。啊，在从前是不可以的，啊，一定是到外面捡这些布头啊，拼拼凑凑起来啊，这才能缝一件衣。啊，第八呢是淡三衣，啊，它不能有多的衣服，只有三衣。啊，因为印度那个地方天气热。啊，他三衣就够了。啊，那个衣实在就是一块很大的布啊，裹在身上而已。啊，单三衣。啊，第七呢，中间坐。啊，他要休息，去坐一坐，到哪里坐呢？到那个坟地里面去坐。啊，常常提起自己的警觉。啊，人命无常啊，常常想到这啊，对于世间一切法了无有留念啊。晚上睡觉呢，他了是不睡觉的啊，他打坐啊，
树下修，啊，找一个树底下，啊，可以遮遮这个露水，啊，到树底下去打坐，啊，去过一晚上，啊，那么佛的规定，树下一修，这都是避免贪心的。如果这个树很大，每天晚上都到这来，好了，你的贪心增长，啊，所以这个树下呢，只能住一晚上，第二天，第二个晚上决定不能在同样一个树底下去坐去，你要另外去找地方，啊，要树下一宿，啊，对环境啊，绝对没有贪念。第十一呢是陆地坐，啊，这功夫比较高一点的，啊，不必在树底下，陆地它也能坐。啊，第十二是但坐不卧，啊，他不会躺下来睡觉的。啊，那么这个十二种啊叫头头恨，啊，叫头头恨。那么迦叶尊者常常修这样的苦行，说扫除尘累呀，沉静身心也，啊，这个是修行的目的。假设年老不舍头陀，佛悯其衰，劝令休息。假设头陀如故。佛乃深赞有头陀行，我法久存，故云头陀第一。啊，迦叶尊者年老的时候，佛就劝他了，不要这样修苦行了，啊，可以方便一点了。他不肯，他还是继续修他的苦行，啊，所以佛对他特别的赞叹。那么现在啊，这个修道比从前要难的太多了。啊，现在人修行呢，实在讲，他要能成就，那实在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事情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一切的设施都不如法。啊，生活不如法了。啊，换一句话的说呢，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不但不能叫你断贪嗔痴，实际上叫增长贪嗔痴慢。这怎么能修得成道呢？啊，修不成功的。啊，现在寺院的这个疗房，一个人一间呢，一个人一间疗房不能修道，啊，决定修不成功的，啊，所以在过去，丛林寺院的疗房呢，是睡广单呢，通铺啊，像军队一样啊，啊，没有单独房间的。这个单独房间的在寺庙里面只有住持啊，方丈啊，他有个小房间啊，冈林之寺他有房间啊，再一个年岁老的体力衰的，他可以单独有个房间啊，年轻人决定不许空啊，年轻人要睡通铺啊，啊，所谓是倚重靠重啊，这样才能够成就啊。啊，现在不但是要一个人一个房间，还要一个人一个小套房，简直就享福去了吧。他的福报很大了，啊，享完以后来生就不得了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佛门里头常讲啊，今生不了道啊，披毛戴脚还呐，将来要还债的。啊，你欠多少施主的债，
你还不清的，这个事情很麻烦，很麻烦啊。所以现代修学完全要靠自己警觉啊，自己不警觉决定堕落。再看底下第四位尊者，摩诃迦旃言，对，迦旃言那是姓啊，自云闻师啊，业云呢不定，业云善神，业云利有无等。这个迦旃言这个这是梵语了啊，这个梵语里面含多义，对，很多意思在里头。南天诸婆罗门族也啊，这是讲他的出身，他的家世啊，他是南印度，他的世家了是婆罗门的种族，这个在印度四姓阶级里面是最高的啊。那么在佛的弟子当中啊，他是议论第一啊，他有辩才啊，议论第一。我们看底下注解，闻师者，闻才修师也。我们一看这个人呢，平常很重视仪表啊，很重视啊修师啊，他的这个仪表非常的端正啊。凡人议论呢，心虽小了此理，若直随而不闻，汗慢而不施，则此不达意，非善议论者啊。那么这里不但呢，他的仪表他修饰，他连这个言谈吐啊，他也懂得修辞啊，所以跟人家谈吐啊，言语啊，非常的温雅啊，庄重。那么不定者呢，是纵横善巧，乃善议论矣啊。这是不定，是取这个意思啊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是辩才无碍啊。善神者，仔细摩顾，又破热弹取为善神。那么这个里面所讲的意思，都是说他与人家辩论的时候啊，与人家辩论。那么子细母啊，这个里头也有个因缘，就是尊者他幼年呢，父亲就过世了啊，他是一个孤儿，他母亲啊改嫁，那么他随着他母亲啊，跟着母亲一道去的，所以说是子细母顾啊。那么在这样家庭环境当中长大，当然许多事情啊都不能称心啊，要受许许多多的限制。那么这也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，所以他这个名字里头含这个意思啊。那么这个善神的意思啊，这个破热弹取，破热弹取啊，是讲他的议论风声啊，能够破除别人的邪见。这个取啊，就是弯弯曲曲的，就是不正，不是政治正见的啊。现在讲的话，就是邪知邪见啊。他有能力啊，能够啊，热是热闹啊，破除别人的烦恼
啊，能够这个弹斥别人的这个邪知邪见，啊，他有这个能力。那么这个善神也是比喻啊，比喻像这个扇子后面拴的这个扇坠一样，这也就是那个子细母的那个意思啊，说他是随着母亲改嫁而去的啊，都取这个意思。不多断肠啊，发挥中道，唯利有无也啊，这个意思好懂啊。那么这些呢都是加占言这一个字里面的含义啊。说如外道问，此地举一个例子啊，这个外道请教他说，人死不还呢，知无他事啊。啊，那么这举一个例子，有外道问他啊，那个外道不相信有来世啊，为什么不相信呢？人死了以后从来没听说这个人再回来过吗？那哪有来世呢啊，拿这个问题来问他啊，这意思是为人死受苦啊，应当回还，甘受不还呢，是故无他事啊。这是解释这一句话。那么看他答复的时候啊，他大言，如是罪人被诸牢狱临得归佛啊。他这个比喻也很好啊，好比一个人犯了罪了，被他抓到监牢狱里去了，看能不能回来，不能回来啊。说又问，天何以不归呢？那人死了上天，天上自在啊，他为什么不回来啊？大言，堕死得除，肯再如否啊。我们这个世间呢，人世间就像个粪坑一样啊，这个人好不容易跳出粪坑，他还会进来吗？还不会进来了，天就好比跳出去了。所以他的议论呢，确确实实是能服人，真的是举几个例子来说啊。正义阿含赞曰：善分别义，复言道教，故曰议论第一。我们继续再看底下第五位尊者摩诃俱迟罗。俱迟罗是梵语，次云大膝啊，就他的膝盖比别人大，所以人家就叫他这个名字啊。这个翻成中国意思就是大膝盖啊，他名字叫大膝盖啊。舍利弗鸠啊，是舍利弗的舅父，在佛的弟子当中答问第一，说大膝者从状得名啊，他的形状上带的名号啊。说舅者与生子母啊是姐弟啊，就是舍利弗的母亲啊是他的姐姐啊，他是舍利弗的母舅啊。往论圣经啊，就是平素啊，他常常跟他姐姐辩论呢、啊，他总是胜啊，他姐姐辩不过他啊。结怀生子啊，他的姐姐怀孕了，就是怀舍利弗的时候啊，即便训法，地不能及。那他这个姐姐怀这个舍利弗的时候啊，突然之间辩才无碍，每一次辩论呢，这个据说都没办法啊，都输了啊。那么他一想的时候啊，这个将来这个外孙出世之后啊，如果辩不过他了，这很丢人的事情啊，所以他就发愤呢
去求学。啊，到印度啊，许许多多地方去参学，啊，发奋游学，啊，事不兼着，啊，这个剪指甲的时间都没有了，真的发奋读书啊，求学啊，所以指甲很长，人家叫做长着繁枝，啊，长着繁枝，啊，说度十八种经，啊，答问者。有金钱故啊，得四辩才，促问能答，啊，所以他在佛弟子当中是答问第一，啊。那么他这个故事，在这个《楞严经》里面呢，说的很多，啊，《楞严经》说的很多，啊。第六位尊者利婆多。自云心修，业云实修，啊，无捣乱地境，啊，捣是颠倒，啊，乱是这个乱想，啊，无捣乱地境，啊，心修者，啊，从心弃子而生，啊。应以为民，十修者，十为二十八修中第十三修，啊，可能是他父母啊祈祷这个心啊而生的这个小孩啊，所以他的名字啊叫做这个心修了啊。不捣乱者，心正故不颠倒，心定呢故不散乱啊。那么他在弟子当中就是表啊，不捣乱的。周立盘陀伽者，自云其道，业云大路边，仅持半迹。得悟正果，那么这个是在这个佛弟子当中啊，可以说是最笨拙的一个人啊。就这个十六位尊者，通通在此地是表法啊。解道呢，是其母运势还家。于中路旦死，那么这是他哥哥啊，他母亲怀孕也很奇怪啊，都是在路上生的啊，第一胎是路上生的，这一胎又在路上生的，所以叫极道啊，相极在这个路中啊。生的这个小孩啊，是继续于啊土路之间，故云极道。大路者，母生二子，介于路边，言大了，一别小也。啊，所以这是大路边。出家于岸，久无所解。凶先入道，怪其无知，现实归俗，一佛四门，戒贪流涕，佛怜而录之，时诵扫帚，每日诵之，记忆忘矣，久之或悟，苟净或除，得阿罗汉。那么这个意思呢，我想诸位都能够了解啊。那么经上说的它有个因缘啊，周立盘陀伽前世是三藏法师啊，是很了不起的事。这个法师令法啊，教人呢只教一半，后头留一手，为什么呢？
怕将来别人学的超过他，所以这一世啊得了个愚痴果报啊，所以通通都是有因果的啊。吝财的得贫穷果报，吝啬的得愚痴果报，他得的是个愚痴果报。他兄弟两个都出家了啊，所以他的哥哥看他很可怜啊，听经听了很久啊都不懂啊，不但意思不懂啊，这个听的经的时候一个字也记不得啊，所以哥哥就劝他你回家去算还俗去吧，不要出家了啊。那么他就哭起来啊，当然一方面是恨自己啊，愚痴嘛啊，再恨就是要离开佛陀了啊。佛看到之后，佛知道他前世的因缘啊，所以把他收下来了，叫他念两个字啊，扫帚啊，念扫呢，帚忘掉了，再叫帚，扫又忘掉了。个人呢就这么笨法啊，就这么笨法。可是以后念久了啊，他忽然看悟了啊，就是过去世的善根呢显现，开悟了，他也证能阿罗汉果啊。如果要遇不到佛，那他这一生就空过了啊，因为佛晓得他前世的因果啊，知道用什么方法了把他的业障啊扫除啊，让他恢复。第八位尊者是难陀，此名善欢喜放牛难陀也。这个难陀啊，在佛的弟子当中总共有三个啊，有阿难陀，就是阿难尊者啊，孙陀罗难陀啊，那么今天这个地方呢，这个欢喜难陀啊，那么一共是三个啊，用放牛啊来鉴别布施那两个人啊。放牛啊就是牧牛的意思啊，牧牛的意思。阿难陀者，此名庆喜啊，这个就是以后啊集结经藏的阿难尊者啊。那么具足称阿难陀，我们中国人常常把尾音省掉了啊，就称阿难。说此名庆喜，又云无染，佛之从地多闻地。就当今这阿难与众啊同闻净土之教，而独以宗持离啊意念不忘啊称极解也啊。阿难以后是佛集结流通经藏的人啊，所以这个人在佛门里头啊非常非常的重要啊。那么底下有注解啊，为什么他叫庆喜呢？佛成道日诞生啊，所以这一天呢是释迦族家里双喜临门啊，双喜临门。说王继成名，继问太子成道啊，其太子成佛是啊，这是一桩喜事啊，啊，消息传来，啊，又闻宫中旦死，啊，就是阿难的父亲跟释迦牟尼的父亲呢是同胞兄弟，啊，同胞兄弟，啊，那么就是阿难尊者呀，是释迦牟尼的叔父的儿子。
啊，叔父的儿子，对，双眉二难，一时举笔，举国心心，应以立名，啊，他的名号是这么来的，啊，所以叫庆喜。见其相者，闻其声者，读其威仪者，无不欢喜故。啊，阿难的相貌长得很好。啊，佛有三十二相，阿难有三十相。啊，跟佛差不多。啊，所以人家见到他了都欢喜。啊，听到他的声音，啊，见到他的威仪，都生欢喜心，啊。那么这是名号啊，有关系的。无染呢，是随佛入天宫，啊，入龙宫，心无要著，啊，他不染著，啊，他常常跟随，啊，佛在天上讲经，他跟去；佛在龙宫里讲经，他也跟去。啊，他不受这些富贵呀动心，他不动心，啊，是一起事业，啊，这种污染的事。佛从地者，佛净饭王子，阿难白饭王子，啊，二王坤济故，啊，他们的父亲呢是同胞兄弟。多闻者，阿难是佛二十五年，啊，是阿难二十岁出家，啊，就是释迦牟尼佛讲经讲了二十年，阿难二十岁，啊，释迦牟尼佛一成道就开始讲经了，啊，成道那一天阿难出生对吧？所以佛讲经二十年，阿难出家，啊。佛一共说法四十九年了，啊，那么阿难呢出家之后又过了五年做佛的师弟，啊，所以说是佛二十五年，啊，是佛是做佛的师弟，啊，那么刚刚出家不是佛的师弟，啊，五年才选他做师弟，所以佛所说法不忘一字，涅槃称阿难多闻事，涅槃是涅槃经，啊，涅槃经那个称阿难多闻，又加设赞曰：佛法大海水呀，流入阿难心。阿难的记忆力非常之好，啊，听过一遍呢，他永远记得，他不会忘掉，啊，记忆力非常之好。所以佛灭度之后集结经典，就是阿难身作等于佛讲，重复把佛所讲的讲一遍，大家再记录，啊，那么这才集结成为经典。说通文读义者，正表强记超乎等仪，这个等仪就是同伴，啊，故曰多闻第一。第十位罗侯罗，啊，尊者，此云佛障啊，或曰智日，是密行第一，啊，这个是释迦牟尼佛的儿子，啊，罗侯罗翻成中国的意思叫佛障，啊，本来是阿修罗的名字，啊，这个阿修罗神通很大，他能够用手啊遮住啊。太阳遮住月亮，所以叫佛障，啊，所以也叫做智日。那障呢有两种意思，一个说佛为所障啊，不得出家，啊，这个诸位啊念释迦谱看释迦牟尼佛传记啊就晓得了，啊，因为当年净饭王不答应释迦牟尼佛出家，啊，就因为说没有后代，啊，释迦牟尼佛必须生了儿子才有资格出家，啊，那么当时释迦牟尼佛就指着他那个妃子摩耶夫不是摩耶夫人，啊，指着的妃子说的，他说他已经怀孕了，啊，
那么实在讲的是啊，就是亚述陀罗啊，亚述陀罗怀罗侯罗啊六年呢，啊六年才生他了，所以遭很大的难啊，不但障碍他的这个父亲出家了，同时也叫他母亲受委屈受灾难。那么叶云呢，六年在胎，啊，他坐胎比别人时间久，啊，别的一般人十个月就出胎了，他六年，啊，这个里头有因果，以畜生增色除血，幼至六日，浸泡六年，啊，过去生的时候顽皮呀，啊，那个老鼠的洞啊，他把它塞起来了，啊。塞了六天，这个老鼠六天不能出来。啊，他今天果报啊，要在胎里的时候六年，他才能出得来。这因果报应的，啊，自作自受，这没有法子。啊，那么他虽然出家了，那个顽皮的习气呀，还是除不掉。啊，从他以前射老鼠洞啊就可以晓得了嘛，他很顽皮吧？啊，他出家之后了，释迦牟尼佛叫他拜那个舍利弗做师父，所以他是舍利弗的徒弟，舍利弗的徒弟。啊，一天到晚就嬉皮，就玩玩耍就是了。见因罗侯罗密行，为我能知之啊，为佛能知，则菩萨声闻界所不知，况凡人乎？是，即行而人不知啊，故曰密行第一。啊，他天天虽然玩耍，他玩耍里头修行，只有佛知道。啊，别的人不晓得，啊，只看得很顽皮啊，一天到晚去玩，啊。没有人知道他在那修行啊，这个修行的功夫高人一等啊，这是这个佛子老和罗啊，乔凡婆提者，此名牛寺，受天供养第一啊。那么这位尊者也是有果报的啊，牛寺者，过去世中啊，亲弄沙门，今报牛寺。这是讲到的过去生中，他听一个老比丘啊在念经啊，这个老比丘在念经啊，他听了之后啊，就在旁边笑话他。啊，说他那个念经的声音不好听，啊，像老牛一样。那么这个老比丘就告诉他：“我已经证了阿罗汉果了。啊，你对我这个无礼的时候啊，你将来受果报。”那么他就极力的忏悔，啊，极力忏悔。结果还是躲在畜生道里变牛，做了500世的牛啊。这是啊，牵动一个这个沙门不是普通沙门，是个阿罗汉，所以啊这么重的罪啊，500世成为牛骨啊啊。所以啊，他这一世虽然得人身出了家了，他还有那些老牛的习气啊，那个老牛说嘴巴老是动啊，啊，他不吃草的时候他也在动啊，余报未尽呐，啊，所以啊，他这个名字直接就把这个习气啊称作他的名字乔凡婆提啊，使人家了解呢，不敢轻慢他。
啊，但是世间反复不认识他了。如果也有人讥笑讥笑他，那好了，将来的时候叫那个人要受五百世的这个牛的果报，这就不慈悲了啊。所以释迦牟尼佛了就不叫他了去偷钵啊，不叫他去偷钵，怕人家笑他笑话他，叫他到天上去，他吃饭到天上去，天人供养他啊。因为天人呢有天眼认识他是摩罗汉啊，不会轻慢他，对他会成恭敬心，所以他受天供养第一啊。那么这是天供啊。这个里头呢也有一个典故啊，这就是马脉之报啊。佛与弟子们，他这个团体很大，一共是1255人，很大的一个团体，曾经在毗兰夷这个地方呢3个月没东西吃，3个月没东西吃啊，大概这个地方也是有天灾啊。所以不得已啊，就是供给马吃的这个粮食的时候呢，人家拿来供养这个僧团啊。所以3个月马脉之报啊，啊，这里的通通都是有因果报应的啊。那么因为乔凡坡提是受天人供养啊，啊，他就没有这个灾难了啊，他每天还是到天上去吃去啊，大家都要受马脉之报，他不受啊。说彼独于天上，势利沙缘受供，又凡夫独行呢，不知官德多亲之者，空人讥笑啊，造言。常居天上，诸天敬奉，故曰受天供养第一。宾陀罗婆罗多啊，上面3个字词云不动，是名啊；下面3个字词云立根，是心啊。所以这个宾陀罗婆罗多是梵语啊，姓名都具足。先民后信，其族凡十八啊，他这个家族也非常的繁盛啊。称名在先呢，别其余也。是赖耶律云啊，就毗赖耶戒律啊，毗赖耶律里面说。树体长者，以旃檀钵至刹顶上，号于众云：神力能取者即于尊者现通取钵啊。这个宾陀罗婆罗多他有神通啊，是在讲佛当年在世啊，这些弟子们个个都有神通。佛禁止，决定不准他们随便实现神通，不可以啊！只有在特别因缘之下，还要得佛的同意，佛不同意啊，不能轻易实现神通啊。他就是轻易啊，轻易实现成神通啊，佛呵斥他啊，而且惩罚他啊，罚他什么呢？罚他常住在人间，不准他灭度啊。所以宾陀罗尊者现在还在世间啊。那么他是个什么样子，他自己也不说，你也不认识啊。他会变化啊，所以有人供斋呀、
啊，打千僧斋啊，他就来应供，啊，他来应供啊，你就有福了嘛，啊，所以称这个福田啊，是吧？赤令不得入灭呀，留身久住，应末时供啊，为大福田也。啊，我们今天要打斋，这个打斋里来应供的，如果都是凡夫没有圣人，我们修的这个福啊就不大了。如果这个应供的里面有圣人，啊，那这个福报就很大。啊，像当年那个秦越王，啊，秦越王打斋，啊，打这个千僧斋，啊，那是永明延寿大师住世的时候啊，啊，佛来应供，他这个福报就大了，啊，定光古佛来应供，啊，随着永明延寿啊，我们知道他是阿弥陀佛再来的，就是那个定光佛说出来的。啊，永明延寿啊，是我们净土宗第六代的祖师。啊，这个过往打斋供这个打这个千僧斋啊，供养一千出家人来吃饭，来应供。啊，那么当然那个时候名气最大的就是永明延寿嘛，永明延寿是过师啊，啊，过王的师父啊。那么在应供的时候，这个吃饭的时候，那个首席总是推推让让的嘛，谁也不肯去做嘛。啊，那么大家都在这里让啊，就有一个和尚很不客气的跑到首席一坐，是不是？穿的也不整齐啊，邋邋遢遢的这么一个人。啊，没有一个人认识他，啊，没人认识他，啊，也不晓得是从哪来的，啊，他在首席上一坐，啊，过往虽然心里很不痛快嘛，但是总是出家人嘛，也不好把他拉下来，啊，这样大家就就席就入席了，啊，吃完饭之后，这伙人也走了，啊，那么这个过往就问永明延寿大师。我今天供斋啊，有没有圣贤人来应供啊？他说有啊。他说什么人呢？定光古佛来应供啊。他说哪一个？那就是坐在首席的那个和尚啊。那和尚耳朵很大，就叫大耳和尚。定光古佛来应供，国王一听说，嚯，哦，这还得了啊！原先心里一团不高兴，这些子的古佛来应供啊，赶紧一派人去追踪。啊，到处打听啊，他从哪条路走的，都不得追到，啊，追到在一个山上啊，他在一个洞里面打坐，啊，这些人的亲呢都晓得吗？是定光古佛，大家都来拜佛了，啊，他说了一句话，说弥陀饶舌啊，这阿弥陀佛多事啊，为什么把我身份说出来了，是不是？啊，他就走了，就入灭了。所以大家一看定光古佛圆寂了，但是听听呢，弥陀饶舌，那这个永明延寿都是阿弥陀佛了，谁回来的时候，哎呀，不要紧，这个定光佛过世了，阿弥陀佛还在吗？再回去拜阿弥陀佛去吧，晓得永明延寿是阿弥陀佛啊，所以赶紧回宫啊去报告的时候，是这个大儿和尚啊入灭了。国王听到很懊恼啊，但是又听到是永明延寿是阿弥陀佛再来的，这非常欢喜，赶紧去看永明延寿。啊，还没走几步啊，外头有人来报告，永明延寿大师圆寂了。这个诸位要晓得，身份不能暴露啊，身份一露啊，马上就要走，这是真的，这个不是假的，啊。现在我听说中国外国有很多人说他是什么菩萨再来的，什么佛再来的，说了又不走，这个不能相信啊，说了就要走啊，啊，别人说行啊，自己说也行啊，说了就走啊，你像那个弥勒菩萨
弥勒菩萨自己说的，不是别人说的，他自己说他是弥勒菩萨，他说完了他就走了。啊，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弥勒菩萨像就是布袋和尚，他是宋朝时候人的，啊，宋高宗时候跟岳飞同时代的人。啊，他走的时候他自己说出他是弥勒菩萨。啊，那么他说了就走了。啊，所以这个佛门里头啊，身份一铺路啊，立刻就要走。啊，没有说身份铺路了还不走的，啊，那是决定骗人的，啊，决定不可靠的。所以现在这个宾陀罗尊者还在世间，啊，迦留陀夷自名黑光。那么这位尊者呢，我们现在啊，一看到这个记载呀，啊，就晓得他一定是一位黑人，啊，他的皮肤很黑，啊，这黑人也能学佛了。啊，也证过罗汉果啊，是啊，我们也不能轻视他了。啊，现在这个世界种族歧视啊，对黑人都一般都瞧不起。啊，黑人也能证过罗汉果，也能成佛，可见的佛法平等。啊，说黑光者，容颜粗黑故。啊，又黑色光耀，是异常黑故。夜行其实人尽惊骇，佛尽夜行由此之也。啊，那么他曾经有一天的时候，晚上出去徒步，啊，把一个孕妇吓到了，啊，孕妇吓到了，啊，人家以为他是个鬼出来了。因此呢，佛才制定这个戒律的时候，这个比丘的时候晚上不准出门，啊，不准走动，啊，这条戒就是因他而制定的。啊，摩诃戒宾诺，是因房修至心修第一。啊，房修也是28修当中第4修。父母到此心而生此，啊，叶云呢，初出家时将于一佛，啊，就到释迦牟尼佛这边去，想去跟佛出家，啊，中路之语，即是逃舍，我有比丘来共续之，彼比丘者即佛化现，闻法得道，则防续者于以与陶家房舍而旅徐故一意也。啊，所以他只有两个意思。啊，一个意思是他父母啊祈祷心修而生的这个小孩。第二个意思，他出家的时候啊想去跟佛出家，当然路途相当遥远。啊，那么在路上呢，就借宿啊一个做陶器的一个家里，啊，那么这个时候啊，也有一个比丘啊到这趟来，他们遇到那个比丘是有释迦牟尼佛的化身，啊，等于说来戒引他，看他的心呢，出家的心很诚很虔诚，啊，所以就跟他说法，啊，跟他说法了，他就在那里就证果了，啊，所以这个也是有防学的意思。说不假饥寒，通晓天象，故曰至心修第一。这个饥寒呢，就是天文用的仪器。啊，他不需要用这些仪器呀，啊，他就能够知道这些天文。啊，所以说是佛陀在世的弟子当中，这是一个天文学家。啊。第15位啊，波居罗者，自云善容，寿命第一。这是佛弟子当中年岁最大的一个，啊，
善容者容貌端正故。啊，这个在比丘众里头年岁最大是一位老比丘，啊，他的相貌非常的端正，啊，非常的庄严。说寿命者年，啊，寿年百有六十，啊，是佛弟子当中啊160岁的一个人，啊，所以年岁最大，啊，故云呢寿命第一，啊。有悉持不杀戒，91劫受不中药啊！啊，那么这是讲因果啊。他为什么这样的健康长寿呢？啊，他过去生当中啊，生生世世他持不杀生戒啊，这一条戒他持得很严。啊，所以的这个果报啊，那么诸位晓得的时候啊，凡是果啊，必定都有因的啊，没有说是有果没有因的啊，有因没有果的没有这个事情，因果一定相应啊。那么佛教给我们啊，果报呢都是修得来的啊，我们的财富是你过去生中啊修财布施你所得得来的啊。有人发财很难啊，很不容易啊才得到财富，有人发财很容易，简直不操心啊，钱从天上掉下来了啊。这就是过去修因的时候他修这个财布施，有人修财布施很勉强布施出去的啊，他将来有没有果报？有果报，那果报得来也不容易。那么有人布施很痛快的，根本没有在意就布施出去了，他将来果报得来就很容易啊，也是无意当中啊就得财富了啊。真是越淫越浊，这莫非前定啊！啊，一丝毫勉强不得。那法布施得聪明智慧，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。这个不杀生呢，是无畏布施啊，所以他得的果报是健康长寿。说又啊，昔曾施以病身。脱离了果啊，这是布施啊，一个有病的出家人他去照顾他啊，感无不死啊，所以他就得这个果报啊，这好得这果报无种不死啊。出生现意母以为怪啊，置之熬盘不死啊，他这个诞生呢跟别的一般人正常的人不太一样啊，所以他的母亲不欢喜，家人不喜欢，以为是妖怪，把他放在盘子里面的时候他没死啊，佛之腹中啊不死，放在锅里面他也没死啊，把他放在水里面呢是巨鱼吞之啊，被个大鱼吃掉了是死，鱼啊被人捕获了啊，刀破紫线他也没死啊，火不能泡汤，不能煮水，不能腌鱼，不能试刀，不能割，名无不死啊，所以他一出事遭了很大的难啊，他都没死啊，这是过去生中啊啊不是照顾一个出家人的啊，这个果报啊。又严禁少欲，收摄六根，灭度之后啊，他又却备，故常乐闲居，不处众中啊，一称第一。
那么他这个人呢，喜欢清静，啊，不喜欢热闹，啊，不喜欢多事，啊，你看灭度之后，人家给他起个他来供养他。啊，这个阿育王，这是我们佛门以后的大护法。啊，阿育王呢也去供养他的他。啊，那时候供养他就是用这个贝壳啊，啊，用20个贝壳去供养他。这个贝壳放在这个自然就飞走了。啊，他不要不接受。啊，这自自然然的时候飞出来之后，这个贝壳还砸到阿育王的脚。你看他在世的时候不接受人家这些多余的供养。啊，不喜欢热闹，死了以后那个塔还有这种神力在。你想去供养他，他不接受的。那么第六位呢，是阿耨罗陀尊者，亦云阿那律陀。啊，四云啊无凭，亦云无灭，亦云如意啊天眼第一。那么这位尊者呢，也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堂弟啊，这释迦牟尼佛堂弟啊。无凭者，谢于机事，曾以其犯事辟之佛，91劫自用充足啊。这是一个荒年啊，一个闹旱灾的时候，大家都没东西吃啊。他那个时候是个种田的人啊，种田呢当然带着有一点饭，在种谷田里面吃的，这个饭不是好饭啊，是小米煮的啊，做的东西。那么遇到辟支佛下来托钵啊，他心里想到辟支佛半个月出来托一次钵，他今天托不到东西吃，他又得饿半个月。他说我不吃他了，我顶多饿一天啊，饿一天。所以啊，他就把他自己这点饭的时候供养了辟支佛，他得91劫不贫穷的果报啊，自用充足啊，就是他的衣食住行不缺乏，至今不减所求如意，故有物品啊，这个果报不可思议 啊，所以它有这个三种这个意思，要有三个意思。天眼第一者，出家洗眠啊，他昏沉，喜欢打瞌睡啊，佛说法时啊昏睡不觉，佛讲经说法呢，他在底下听啊，睡着了，所以被佛了狠狠地骂了一顿。啊，佛骂他了，说：“罗斯棒壳类呀，一睡一千年呢，不闻佛名字。”啊，他被佛骂了一顿之后啊，所以他也很了不起。啊，他知道惭愧呀，就努力精进，发奋精进啊，今七昼夜眼不交接，说失其双眼啊，他七天七夜不睡觉啊，搞了疲劳过度了，眼睛坏掉了，所以以后就失明了啊。所以佛怜悯他，教他修一种定啊，佛教修习乐见照明金刚三昧，佛教他修这种定啊，他这个定修成功啊，修成功了之后啊，他得天眼
啊，所以叫半头天眼，他不要用眼睛看，他是整个头的时候他都能看，啊，四面八方他都能看，而且这个天眼在阿罗汉里面是第一，因为普通阿罗汉呢，天眼只能看一个小千世界，他这个天眼能看三千大千世界，啊，这是他修成的。所以佛弟子当中啊，天眼的啊，他是真精进的，真肯干嘛啊，所以观大千界如度掌故啊，他看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就像观手掌心里面的阿摩罗果一样啊，这经常常讲阿摩罗果，这阿摩罗果就是我们现在吃的芭乐了，这个。哎，从前我们看到经上阿摩罗果，不晓得是什么东西，啊，经常常讲醍醐灌顶啊，不晓得醍醐是什么东西，啊，这就是道元和尚啊，啊，曾经到印度去访问，啊，因为他是讲经的法师，到印度就特别去打听。醍醐是什么？阿摩罗果是什么？你们拿来我看看。结果一拿来啊，把拉台湾有哦，这是阿摩罗果。这醍醐什么呢？沙拉。哎，现在你们现在吃的沙拉就是醍醐啊！啊，这才恍然大悟啊，原来是这个东西啊！沙拉，沙拉，沙拉，啊。好，这一段呢，这一段经啊，这个通常讲啊，叫流水文章啊，我们把它读过去了，很长。那么到底下呢，我们就要讨论到这个义理方面就多了啊。这是十六位尊者的介绍啊，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啊。